样的 demo 就是你现在听的神曲。今天来的五个没人要的创作，没有主题不是这个，不是被田馥甄相中的灵异歌曲。哎呦，你的声音就很特别，那个音色那个配那个 pad 就对了，跟萨莉娜擦肩而过的甜蜜情歌。哎呦，学古典乐的，结果一头栽进去流行音乐里面，玩流行音乐。其实你也没有讲错哎。不爱就算了。他这个歌啊，因为投稿了以后，结果人家都不要了。节目很会做节目，就打枪我的人在现场。好，来交出来。我唱片公司老板我也不要啊。是写歌的这个历程啊，我觉得是点点滴滴才心痛。分享一下，写歌是很辛苦啊。写歌，我觉得写歌是一种心情的写照，然后每个时期都不一样。OK， 然后呢，每一个年龄段遇到每件事情呢，都可以把它写成歌。那你的叹息地啊，哦，有叹息，一定要叹息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艺术一定要跟商业结合。对啊，你写的歌都长株名山，树株高阁，那谁理你？还是要生存嘛。对啊，周杰伦以前第一个写的歌，因为他一开始当我的助理嘛。写歌，然后这里送那里送那里送，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方文山，这里送那里送，一送送一百首给你，歌词一百首，这么多，没有一家不退回来的，怎么可能？那太好了，那全部他自己用嘛，不，完全都没有文味，没有要用。后来我没办法，好吧，他信歌，我真的很喜欢写歌，我听听看，哎，真的起来不错，是，我就唱了方文山跟周杰伦这一生写的第一首歌，那首歌，直到分手后。祝福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默默的欢乐是否的好，谢谢。第一场第一场就没有力，还没开场，没有睡饱，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故事。不过这首歌真好听，对，然后是他等于是他们两个人一生写的第一首歌，哇，哎，那很感动哎。对，因为原因就是因为没人要，我只好应用了，所以今天来了五个没人要的创作，没有，他们都谁都买走了，主题不是这个，不是，那样讲不好听啦，类似，你要转一下嘛，讲转一下，讲没人要太难听，太难听，人就是几位人景村，那个随便台语，一样意思，人景村的啦，一样意思。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好不好？来，哦，老师给我们好好看一下哈，第一位的 demo 我们把它放上去哦，因为我们这个是比黑胶还要大，哦，好大哦，叫做大黑胶，大黑胶，大黑胶，而且不是，哎，又有蓝色，哎，哦，来来，大蓝黑胶。他是怎么样？被田馥甄相中的灵异歌曲。哎呦，这么厉害吗？先让他唱唱看再说吧，不好听就别访问了。一起来欢迎 I Know 杨子璞。Begging, please don't close your eyes.
了，哎，老一男，哎，他。On my mind, every little thing's that keeping my dream like a bird in winter's sun. Yeah, I know you never lie. Tell m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 am still bleeding, I am still crying. I'm begging, please don't.公司是老鹰什么？那我是华研唱片，他是华研啊，我是做很多老鹰，不是老鹰啊，做很多老鹰，他做很多，他是制作人，但他自己也是歌手。对啊，我想说老鹰就 Ego 嘛，啊，他过来，过来，一哥来，正经一哥来，对，唱歌够机关你，他一出来哦，想说哎，杨子璞又有来过了，有啊，有一个印象而已。哎，怎么出来是王世贤呢？哎呦，世贤，王世贤。帅哦帅哦，下次可以发你来。那那个子服，很 man 哦。子服的歌是属于，他是有一点烟酒嗓，对，全程呢就一点 pad， 对，加上一个加上钢琴，哦，钢琴来 pad， 那一个 pad 加上钢琴 pad 知道吗？iPad 啊 ，Pad 不是 Pad 不是宠物吗？一个 Pad， 一个 Pad， 宠物他有他的更严重，老师带宠物来是 Pad， 好，就一个 Pad 加上钢琴，宠物这样在走，这样的曲式在最近呢爆红的有一首。Someone you love， Someone you love， 对不对？对不对？你以为我坐在那边没有在认真听？对呀，你刚刚看到，对，你刚为什么？刚刚一直注意这个。老师，你怎么看他这一首？后来卖出去了这首歌，这首卖出去了，就是渺小嘛，渺小。我一开始他那个唱法哈，不是有这样，这样嘛哈，鼻音多的哈。其实哈，他这个方法是对的。哦，他这个共鸣呢？有一种你知道吗？我听起来就感觉像他那个年代就叫做台版邓紫棋啊，台版邓紫棋，邓紫棋，啊，我那个年代就是台版蔡秋凤啊。你如果多一些那个共鸣啊，你的声音就很特别。你有没有发现？你到后来发，你没有用这个共鸣唱歌的时候，你声音就变薄了，变薄那个温暖度，因为那个 pad 你知道吗？ pad 你知道吗？对，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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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pad 哈，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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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 对对，就那个那个音色，那个 pad 那个 pad 就对了。如果人的内敛跟外放零到二十的话 ，OK， 哦，这内敛，啊，这个就低沉，然后这阴霾。然后更下去，忧郁，忧郁更可怕了。这边啊，到第十就是忧郁症，忧郁症又严重了。对，就这样。邓紫棋的歌声呢，她是差不多超过十一，因为她只有十分，但是她把自己外放，哎呦，外放到整个是出来的，丢出去，对对，丢出去。对你看她在唱歌啊，她个子那么小，抛出去，她是全都是泡沫。很出去，很出去。对，所以他那个情绪用尽了120%，所以他灌进来更多。欧洲的歌手就很多都最最多就 Sia， 怎么唱？真的丽丽，生条好丽丽，太早，那他现在太早了，真的丽丽。露露唱歌是好的啦，因为昨晚真的太晚，真的太晚太晚，陪着我录影录到四五点，真的对啊，哦真的，然后早上又要起来点。哎，但是你不是说你昨天晚上看恐怖片吗？他这个歌也是就是看恐怖片有灵感，才写下来，所以歌名重就重。哇，渺小，你看那个渺，你把木拿走，你不要那个木，眼睛沙沙。眼睛啊，对，然后那个田馥甄。
Hebe 就大家好，我为大家带来这一首。然后主持人反问说：“哎，田馥甄，你在唱？你写在唱？这是什么？”说还有什么灵异故事啊？有吗？我们写歌的时候啦，哦，写的时候是刚好在看《沉默之秋》。沉默之秋，一直看的时候，他那个。就刚才你讲那个阴霾，就一直在那个画面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个旋律，我就冲上去楼上，我录音室嘛，然后就开始弹，啊，就开始噔叮噔叮噔，前奏就有了，还是附近有救护车，对对对，跑到空旷的地方，我们就好好来自己写歌，找灵感，找灵感，这个真的很好的灵感吗？你在哪里找？空旷的地方，我是很需要找灵感，我是在爱中找灵感。那好像跟我有一次经历很像，怎么你怎么找？我喜欢到越人越少越好的地方，结果有一次我到学校去，然后我那时候还念书，我跑到顶楼在上面一个水泥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啊，那里一定没人，我就直接走上去，所以哇，有人，哎，已经有先定位了，在隔壁有人 check in 了，对，然后我就两个，然后好像刚睡醒，然后我就啊算了。灵感就不用再刚睡醒，他们在那边扎营，然后看到对面啊，还是看到一样在顶爬上来顶楼嘛，就是小小的平台，一看就啊有人呢，啊，就又爬下来，我背着木吉他，他们在干嘛？帐搭帐篷吗？发生现场休息在睡觉，刚睡醒哦，那种你说那种休息600，住宿1200那种休息，这个要那种休息，就是越休息越累的那种休息，办事哦，对了，我是没有去过那600的撞见，我就是怎么样，你都住宿，我好老师对不对？少说一定都是800起跳，低的撸起来，对呀，那个像你也是为了爱情这件事写了非常多的歌，哎，对了，没有我就想反正老婆小孩都不在，可以侃侃而谈往事嘛。他们不会看电视，你看走在红毯那一端哦，哇，那一天，那个心痛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哇，那个故事，这个啥，这应该是当时有承诺，对不对？不是，这个其实是不什么吧？不了，你敢跟我走在红毯那一端？阿金妈，赶紧猛地给我爸爸吧！后悔。今天特别感谢你来继续写歌。好不好？这台湾的音乐软实力要靠你们。好，谢谢此仆，来，请坐，请坐。哎呀，第二位，赶快来看一下，谁？以为石沉大海，没想到竟成亿万神曲。亿万！我跟你讲了，这一首歌啊，是去年一整年当中我最爱的一首。哇，真的吗？我就每天听，每天听，疗伤疗伤。我到今天才知道，竟然是这个人。所写的曲子啊，真的，对，他叫做蔡明仁，他很厉害，明仁来了，必须真心真意的跟明仁讲一句，哎，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看不起你，又看不起人家了，你又一直在看不起，对呀，超多人的，对呀，你一直在看不起他，心想他都唱不红，为什么一直来？他很厉害，他今天是特别来的，他特地从马来西亚飞来，就是要来录我们节目，衣锦还乡。哎，你早一点跟我说这歌你写的，你早就红了，老弟嘛。以前来欢迎蔡明仁带来《爱存在》。科技终会忘了离开，大落蔷薇每次盛开，我们激动争吵，相拥相爱。想念每一次落地，你的温柔让心跳崇拜，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
找你找多久，你知道吗？是啊，啊、我还叫那个陈玉玲写那首歌，找名人，找名人，对，找名人厉害啦，哈，终于找到。啊，你以前你没有跟我讲说这个歌是你写，要讲要这个歌，这个歌现在目前几乎是在中国大陆前三名的抖音，抖音曲，不止抖音，它的民间呢，所有的夜店啊、pub 里面，通通在唱这个歌。哦，反而你那一首比较没。他卖给 Hebe 了，这个情歌写得非常棒哦，老师。这种歌哈，其实跟我们以前写的歌，完全不一样。真的吗？哪里不一样？你看他从头哈，哪里不一样？我音效配的很好，我们这边交给安利老师配的。以前的歌哈，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以前的歌，他的记忆度哈，比如说旋律的重复性会比较高一些，对，就是工整多了，工整哈。但你看他这首歌，从第一句，他的乐句很多乐句，对对对对，你要记起这样的乐句其实很困难。好，反而这样就会比较隽永啊，对，所以他几乎每一段他都能够勾动你内心世界，是因为旋律对是阴的。歌词是阳的，显性跟隐性的关系，没错。所以你看到听到音乐，你自然变得勾动了以后，再搭上这个爱存在，哎呦，哇，那不得了。对，而且名人的声音有点像那个Louis Capote 哦，那个声音是厚的，然后有一点也是这个，是一个老外，哎，对，是一个老外，知道，这个知道，应该听得出来，听得出来。这宪哥你真的不简单，你真的是台南人吧？对不对？我们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名人有有了解 ，I get it， 对，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这么复杂的旋律还有好听的，真的很困难。过去的辛苦啊，有时候经常一首歌整个翻过来，对了，你现在如果到中国大陆去做宣传或干嘛，你说，哎。爱存在是我写的，你就红了，你有那么低调吗？你比加多宝还红，你一直都不讲吗？王老吉都没有你那么大罐，不是真的，也不是这样比。他在傻眼，都是给我唱很久了。对啊，而且我一直讲说是我唱的，对他都没有隐瞒。你看戴车链子也漂亮，你看，哎，怎么了？你怎么今天突然什么都好？他来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对呀，你没有讲的多难听，音乐人就是要带这一种，对不对？有一种土爆的，他们带旋那种，你干嘛？你干嘛？音乐，哎，他有错。管太多了，管太多，非常好，好不好？现在这是翻红起来，我们就是要找到更好的机会往上登，你的音乐不要停。好吧，没问题，赶快跟你邀歌，那个好，可以吗？写给我也可以，写给 Musa 也可以。哦，对 ，Musa 在制作，所以音乐感动人心，让大家更多的喜欢名人，加油！你
活过来了，谢谢谢谢，好不好？本来就不要怎么反应，今天莫名其妙，他本来就好好的，什么又添一个地，他也没有啥地方，罗安诺啊，马来西亚飞过来，名人傻眼，而且没有确诊，你活过来了，没有确诊，健康，好不好？再次谢谢蔡明仁精彩的演唱，谢谢谢谢。哎，第三首 demo 来，哇，我们来听一下第三首呢，我们要放什么 CD 呢？哇哦耶！呀，投稿全台却没有人要的什么情歌偶像情歌，没有人要，没有人要，有那么厉害吗？不爱就算了，直接请我们潘玮凡演唱 Go。想的有趣，我傻只是为了示好，你没我想的勇敢，遇到问题就逃跑，你有你无法改变的个性，我决定在心里给你一个注记。我没你想的容易，总是得保持些距离，我没你想的自闭，只是不喜欢聊那些无意义。你说我不好搞定，我说你不爱就赶快离去，不爱就算了，别再留恋，不爱就算了，别再浪费彼此时间，错过的那些没缘分的，你知道爱情其实是有期限的，不爱就算了。国华老师，这个就是所谓的拔蜡歌啦，对对对对对，拔蜡歌，他可能这一波过了以后，哎，但是却迅速让歌手一下就红了，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讲，不爱就算了，听一遍就记得了，一遍就入耳了，对不对？对，而且这个节奏很好，这首歌曲的节奏哈，第一个它不会让你感觉很沉。哦，很明亮，因为这个速度呢，其实你像 Michael Jackson 的歌啊，它的速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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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有做到，我有做到啊！这个节奏感很重要，所以他这首歌哦，那个节奏很舒服，是，所以你就很容易进去的哦。应该是那个心跳的节奏，是不是？对对对，它最符合我们这种像那种 bossa nova， 尤其是舒服，因为速度是符合我们的心跳，真的心跳。心跳的速度，我们上次就聊到这个。然后他这个歌啊，因为投稿了以后，结果人家都不要是吧？对对，而且我觉得唱片公司老板我也不要啊。发唱片的创办人还不错，哎，三十年前的，对呀，没有，他今天是要来解决一些事，没有，其实是只节目问说有没有被打枪的 demo， 然后我就说好，就丢一首，哎，结果节目很会做节目，就打枪我的人在现场，好，来揪出来，谁？宪哥，国华老师，是不是你？谁？来，其实就是那个灵异现象的，好，直播，香奈儿，直播一下，香奈儿歌。
香奈儿，香奈儿，紫蒲歌。紫蒲歌为什么来不及了？他带那个是因为他是真的住在外双溪，外双溪喜欢钓虾。哎，分手擂台，分手枪人家，为什么帮谁做唱片？我那时候就正好在做老鹰的 case 嘛，毕书尽跟李玉玺一个啦。就因为我丢歌给他，他也不要，我丢给他丢歌。你们有点幼稚哦，你搞懂了。你不收我的，我就不收你的。下流制作人还互相较劲，对，不要我也不要你。啊，那也没关系，最多用我半首而已，你记得吗？对啦，我跟他有写一首歌叫《美丽旧世界》，对，然后我用他的主歌而已。哦，李子廷的，对对对，阿福哥，我自己写掉。哦，所以你走心了，走心，对他可能生气，对，但是哦，我跟你讲，有一些大咖是连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嗯，对对对对对，我随便讲个，你们因为都制作人就清楚，不能他的歌文字出来啊，你那跪在地上接收。哎呦。你以为我会讲方文山对吧 ？No， 方文山，你知道给钱他什么都能改。你给人家讲成这样，唱片公司拿出来，改姓叫蔡文山的 ，OK。够多 ，OK， 太少了，太市侩了啦，没有啦，人家没有这样，好不好？真的真的，谁你知道？我一讲你们会同意。零的陈小霞啊，人家小霞也是，陈小霞，他也不用改。他帮你想好了，他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曲的创作人，这么厉害，对对对，嗯，他舒服，那他没有很难，嗯，但是却让你可以打动你的内心。哦，这最连帮亚伦写，严亚伦写那个什么《挡不住的太阳》，挡不住的太阳，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都记得哎，旋律我都记得，音乐感人嘛，好吧，被退了以后，那有。改做别的行业嘛？哦，没有，我其实就是丢 demo， 就想说，我就跟常常来节目的建东老师一起有开音乐公司，对，我们自己就我就把自己的歌有些库存的给艺人唱，很好，等一下，没有，你好像强迫艺人要，没有啦，就是自己喜欢的。可是他有写一首歌，我觉得超好听，我超爱，就李子廷那首，你听听就好，对，你听听就好，你听听就好，你听听就好，不需要别的拥抱。你听听就好，反正我也得不到。哦，哎，对对，李子廷唱超好听，好听，相当不错。对，李子廷唱，哎，唱的也很好听，唱超好听，唱的很好听。没啦没啦，创作歌手啊，他们来自于本身的感动。对 ，Michael Jackson 之所以是神，哦，因为你想都没想到 ，We Are the World 也是他写的。对对，对呀，太经典。写的那五岁就开始一点一滴 Jackson Five 嘛，对，那一点一滴一个家族里面，那可能他的父亲对他也相当严厉，会让我们想到父亲对孩子严厉的，比如说朱自清《红楼梦》。哦，对对，那爸爸对他很严厉，很严厉，没有弹钢琴的打啊或干嘛，但是或许某一些地方是会感谢父亲。没错没错。啊，然后他讲了一个话，我也蛮感动，说想帮我写歌。也对，真的很一起合作啊，我们为台语注入一个新生命。因为台语现在是个大趋势。对。你刚好最近我有帮康康哥写歌。哦。真的。对，他在筹备，但还没有正式发消息，这是一个台语很酷的新的台语。好，随时联络，好不好？写好了就告诉我。好。我们一起来合作，做一张闽南语唱片。我如果再做一张闽南。闽南语唱片，哎，这我台湾，这我的荣幸，台湾闽南语歌坛的另外一个希望，真的，我们讲比较好吧，没关系，留一点给我们讲嘛，哎呀，我怕你们都没讲啊，我们会讲，你不要急，你太急，有时候我们要讲，你先讲掉了，他不讲我也会讲，要不然一号机再补个镜头你讲，好吧，这个发行这个专辑，发行这个专辑简直就是那个台湾人类的这个一个最后一个希望。拯救了全人类就对了。你们不知道我的歌在那个闽南沿海一带啊，到现在真心换绝情，你只要任何在唱歌的一定有在唱这些，所以你们都是非常伟大的，要留出音乐。世界上如果没有音乐，人类就死光。对了，已经讲成这样，等你的歌哦，没问题，没问题。讲真的哦，你不要乱哈啦哦，不会不会，加油加油，来，漂亮漂亮，再来再来再来，来接着下面来，歌词跟莎莉娜擦肩而过的甜蜜情。哎呦，这么厉害，很甜哎 ！Love in Taipei， 一下啊，廖博雅，廖博雅来喽！
the night. Be city lights, 什么都不用带。One on one, 眺望未来，抓住你的答案。Let me know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na do. Yeah, I'm feeling that, feeling that.完整的音乐内容了，全部都有了，有没有看到？然后自己在小婷的 Julia， 他有才华了。你英文名字叫 Julia， 不是啦，那是哦，是彭佳慧，彭佳慧啊，对对，还有 Kevin， 好好，我也 Kevin， 只是念这么帅，然后叫 Julia， 太跳脱，莫名其妙。然后他那个是学古典乐的，对，结果一头栽进去流行音乐里面，对，然后也发了唱片，然后为什么就？感觉起来就没有那么活跃。哎，其实我有一阵子没有发了，所以这是我近期才带来的六首迷你专辑。我上次发自己的作品应该是 like 四年前，对，很久。那时候好像刚回台湾，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来上节目，我心里面想说，哎，这个廖博雅，第一个他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什么？他的名字叫廖博雅，廖博雅。第二一个，廖博雅，他本身又是茱莉亚 ，Julia， 因为当时那个露西派都有雅，就在考虑说，哎 ，Julia 还有一家叫 Curtis， 哦，对 ，Curtis， 对，要不然就是，但我就跟他讲，我就因为学古典的啊，嗯，怎样这样？你有拿麦克风？是是是，听没有？流行音乐听没有？然后还是没有办法说服。那个露西派哦啊，但是我从小就古典，然后古典弹得很棒，对不对？那怎么办？然后后来我说服他，我是哎，玩流行音乐比较会有可以。然后爸爸这样讲，可以啦，对啊，对，什么话？终于陈国老师，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歪念？当事人的说法。现身说法，好像现身说法，对不对？其实你也没有讲错，哎。喂喂喂，打咩打咩啦？什么想法嘛？不要这样啊！根本本末倒置。人家廖博雅是那个流行乐界的一阵清流，好不好？清流，清流，清流，是不是？清流也要食衣住行啊。奇怪，清流卖假东西也会饿嘛？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没问题，他音乐是很棒的。我刚听他唱歌哈，我想到一个也是这个你应该认识的朋友，谁？Prince， 哦 ，Prince， 哇，他那个假音的 Prince， 对，他那个假音哦，对对棒，啊，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你可以往他们把那个年代的那种摇滚精神啊，再融合现在的嘻哈，哦，强了 ，OK， 所以很棒，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吧，继续写歌，你要像蔡明仁一样写一首《爱存在》啊，好，他一生活到现在都够了，对，等下。是说够值得了，继续努力啦，好不好？这个是 Lover Boy， 然后Lover 歌名叫 Lover Boy， 对 ，EP 名字，六首 EP 叫 Lover Boy， 这歌要唱一下吗？就这一首是吧？我们听听看。难道你还不懂我？来来来来。
It's a stupid love， 爱到不快乐，爱是真的勉强都值得，努力幸福。哇，欸，你看这条创作真的很快乐，很快乐，真心的，我们是真心喜欢音乐，每一首歌都好好的。来了，哇，小鬼的汪洪生唱红的经典名曲，该不会是是吗？哦，不屑，不屑，哦，一起来欢迎木兰。原来那个不屑就是您写的，对，是我。哎呀，真的看到本尊了，啊，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也是你写的，哇！哎，我觉得很棒，他名字叫木兰，这个人肯定怪怪的嘛。为什么？因为他特别的地方，害羞了。哦，个性害羞，不用害羞，好一点。人就是要勇敢的 presentation yourself， 没错，你要让世界知道你嘛，这是很重要一件事。然后他写那个，其实不屑。我们刚刚就在聊，其实小鬼来唱有一点重，太沉重，对，太沉重，因为他歌词里面哦，人类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他这样的一个角度会探讨他人性啊或者什么，对对，比较深处，但是哎，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写得太好了，太厉害，我刚差一点喷泪，因为我刚刚唱那首歌就有很多回忆啊，老实说，很多回忆，很有，国华老师，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会喷泪吗？对哈，因为当时啊，小鬼有一天就问我感情的事情，哦，我呢也莫名其妙没有对话，然后我就把那个扑克大师拿出来，哦，帮，我就问他，我有三张牌，解决他全部的疑问，情感面两个人，哎，是相爱的啊，帮，哎。当中有很多的矛盾冲突来自于四面八方，最后来了一张五的 spare， 五的 spare 就问到情感面，叫做两个人是已经肯定分离，哇，对，那就开了出来，他说不过大事还是会不准，我们是很相爱的，那为什么我会说他们肯定会分开，我死都没想到原来他是
离开哦，这样的哇，后来对，就那个歌啦，就是那首。然后跟他聊过那个《不屑》这首歌，我说啊，你们这个歌太重了，写这个人写这个歌的人一定怪怪的。今天看到八十万，我本人都木兰，隔这么久出现，确定真的怪怪。反正那个地表，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最浪漫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很浪漫。国华老师副歌唱给他听，来一下，吉他直接就唱。一不舍，舍不得。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别再太超现实的快乐，别太你在忐忑的，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曾是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成了，完美了。这个是我女儿每天早上起床，对，就是对，依依不舍。对了，我灵魂是几公克？我都21公克，我的灵魂21公克。人的灵魂据说啦，你看只有考证写的这个歌词就可爱。然后人家他怎么灵魂是21公克？后来真的有医学报道去量嘛？对对对，人挂掉以后，然后他真的体重就少了，减少21公克。这个对，我觉得他很有机会会走红的。哦，真的，谢谢。对，因为他跟名人有一样戴链子。哦，而且链子就是一条好看的。这是重点吗？链子也蛮好看的，就是要戴这种链子。戴这种啊，气势要有啊，到底。没错，人家现在也是。而且他还是戴特别要。这是我的这次的新歌叫《思茶赋》。哦，唱是唱片呢。这是唱片吗？因为现在都唱片包装这么特别，而且还有给我们红包。红包啊，送红包袋，谢谢。然后送饮水瓶，然后留下一个 image， 好可爱，新时代啦。那唱一下吧，好不好？新歌《思茶赋》唱一下，好吧？来。叹一声声声声无奈，一句句句句对白，一次次次次又在。相知相识相见恨晚，相信故事能重来。花灯依然相识，谁还在意娓娓道来？你看他们也有发唱片的，但是永远没有停止的，就写出写歌、创作这些路程，这个才是最重要。加油，好吧？就是音乐界，音乐救世界，好吗？好吧？再次谢谢你们，谢谢国华老师 ，Thank you。